同样第三题，他说天见西塔二分之一，那 cosine 四西塔多少？我们用两倍角公式把它展开，这个哈、哦、cosine 四西塔可以写成两倍的二西塔，这样等于多少？两倍的 cosine 二西塔平方减一啊。那 cosine 二西塔哈、哦，我们再用那个万能公式，两倍多少呢？万能公式是一减天见西塔平方一加天见平方西塔，啊整个的平方嘛减一，那二分之一把它带进来，就是两倍多少？一加二分之一的平方，一减二分之一的平方，它再减一，这样等于多少？两倍哈、哦，一通分以后哈、哦，这是二分之五了，有没有四分之五了？哦，四分之四，啊加四分之一，四分之五，它是四分之三，减一啊，所以这样等于多少？五分之六减一，五分之六减一，应该是五分之一啊，所以第三题哈、哦。哎，这不大对。哦，这里有个平方，放个平方。那是平方以后，这应该多少？这就是二哈、哦，乘以多少呢？五分之三的平方是二十五分之九，减一啊。所以这是二十五分之十八，减二十五。那应该是二十五分之负七，二十五分之负七才对。